主席、各位委员先进，本席与本院委员李桂敏、邱文燕、江慧珍、陈碧涵等23人鉴于智慧财产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利器，且政府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进行科学研究及科专计划，却从未仔细盘点确认，导致业者无从寻求授权转让。智慧确实掌握政府出资取得专利资源数量跟技术领域等，以协助业者对抗他国的竞争，原建请行政院专责成立专责单位，盘点各研究机构所拥有的研发成果，并以产业别及技术领域建构完整的查询系统及交易磨合平台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。